きましょう。OK， 龙山龙右岛作战，准备要开打。哎，他说有去过五只龙之间吗？话说我上次去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一样先去，然后再发那个求救讯号。それでは作戦を説明する。地脈はこれより先地中深くへと続いている。ゾラ・マグダラウスは間もなく地脈を進み現れるだろう。ここより奥に進んでしまったら、等一下，这边不是大海吗？为什么大海都是岩浆？その前にこいつで食い止めよう。这会不会太帅啊？这么让我想到我当初不是三 RD 可以射那个龙极枪打那风山龙。OK OK， 我一样发那个求救讯号。そのためにマグダラオスの勢いを込め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。安安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呐、啊。歩みを緩めてくれ。旁边剑术大师、欸。そして今一つ上面写着剑术大师，然后他ネルギガンテがやって拿太刀，这不该告诉你太刀比较厉害。安安拿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呐、啊。要进来我的房间吗？偵察を頼む。奴が現れたら合図。好像现在因为加好友可以直接搜寻我的房间，然后就直接进来。嗯，上位，我们终于要上位。我的装备，我大师，不要害我！我被那个残爪龙一猫的，蛮二了。好，来接触上位，应该可以了。哇，这么大只！萤火龙、苍火龙、萤火龙、金火龙、萤火龙。他说火龙真的超多分支的。好，等我一下。ゾラマグダラオス外郭に到着しました。排熱機関を破壊して体力を減らしてください。我发救难讯号，来，赶快来进来，让我抱大腿啊！用铁锤打很快，不用担心，抱大腿下去，什么东西都很快。我先挖矿，我先挖矿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要进来？阿达，啊，就只有我们两个吗？我们顺便把那个告白也拉进来好。啊，加进来另外一个。哦呦，岩浆哎，我过去我会不会？啊！这边不能过。
OK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一样发那个求救讯号，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人来的。他说刚刚不是说要进来一个，除了阿鲁甲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啊，没有看到。哎呦，原来会动。排熱機関を破壊しました。別の排熱機関を探せ。外殻が変容、マグマの流れが変わりました。よし。哎，我们的猫猫。気合入れろよ。我们的猫猫直接领便当了。因为加进来了，有人加进来了，所以猫猫直接猫猫直接不见了。啊！近战就是这样。话说我进来竟然没有箱子，有了四个，四个了，四个了。順調だな。別の排熱機関を探せ。外殻が変容、マグマの流れにまた変化が。走走走，抱大腿。哎呀！啊，这不是我刚刚踩过了吗？我。现在加进来了，他们可能比较慢。龙三龙正在蓄力。在震动，在震动，破图，不是破，而且等一下啊！怎么会这样？よし、これより高速に取り掛かる。刚刚我就突然直接趴掉了。我加血量，我要加血量。行けるぜ、じいちゃん。気をつけて。忘记用餐了。补给专用秘药。哎，他们都没有拿，我要拿，我要拿。有密钥就赞了。有来了来了，不过话说我很好奇啊，我刚刚到底是怎么趴掉的？他突然喷发，哎！啊！我都还没到，你们就解决掉了。待て、皆備えよ。エルギガンテだ。やはり来た。ハンターたちに告ぐ。奴の迎撃準備をしろ。エルギガンテが現れました。夜祭龙又来一次。我的装备哦，一开始的。あるものは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装备。飓风。矿石、骨质、猎人合金，就这样吧。谁要去挑战啊？谁要去挑战？啊，有了，有人去挑战。啊，安达！我要打他一巴，出去！上次我没把他断尾，我这次我一定要断。ドラマグダロスが体勢
我防御，难怪我会被秒杀。啊，有了！前面，前面。喂！结果我来错地方了。这个大可应该要跟我在，他跟我挑战这灭尽龙。对啊，他应该飞掉，飞掉。都打一下下他就跑掉了。上次也是。接下来用炮台。欸，所以说我们要回去了吗？胸壁前で迎え撃つぞ。ハンターたちはそのまま背の上で待機。三つ目の排熱機関を破壊しました。除了一个134，其他等级好像跟我差不多。我觉得这游戏啊，魔猎人一直以来都是要给那个四个人来游玩的，四个人真的变得超简单的。等龙机箱不要太早用，没关系，交给其他人就好了，他们去用。不对，你们在哪里啊？现在大家就是在疯狂采矿，好像之前有人说这个就是上位第一个任务哦。全調査員に次ぐ。これより最終攻防に移行する。ハンターたちはあらゆる手を駆使し、マグダラウスの体力をできる限り。我掉下来了。文字通り、これが最後の砦となる。上面说那个减少他的体力，可是我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干。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干。啊，有了！龙机枪像我当初玩那个风山龙吧，还有那个老山龙，二代有老山龙，三代是风山龙，四代是什么？大海龙。XX 是哪一只？他越来越近了。他好近哦！我去玩弩炮，我要去玩弩炮。我记得上次好像打他肚子。没有啊，龙机箱在下面，没关系，交给他们去用，他们一定可以的。结果说是这么说，然后没有一个人去用，没有人发龙机箱。好吧，等一下我去发。マグダラオス体力減少、まだまだ不十分です。我喜欢这个任务，之后还有力战。我可以带他身上吗？真的没有人会用弩炮。よし。
啊，看到了啦，龙击枪是不是这个超大的、欸？啊，不是，单发式巨速弹。拘束，来，我们去下面。既然说那龙击枪在下面，我要下去看一下。都是这么说了，但是我这边没有看到啊。我们要守护藏地。再来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我先到这边好了。想当初好像风三龙他有两个长牙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像有点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他要吐了，要到船下，哎，我这边是没办法到船下，哇，卢卡爆掉了。控制船，控制在船头。要到那里吧。我们下去，我们下去。我来操控。我要怎么使用啊？我要怎么使用？现在吗？安安娜 ，Hello， 雷光安安娜。嘿，好。3600多。激流勇士，いけるぜ、ついさ。よし。好像那个哦，机械哥底下那个钻头哎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样是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我有那个想法，我想要撬这个暴君冲上去，把他的部位给破坏掉。飞走了，不是，游走了。OK， 那下次我们就知道怎么打了，习惯就可以了。哇，不过接下来我要面对上位，上位啊！千元突破的钻头。没有，我突破不了的。突破了。那前面故事说龙三龙是准备要趴掉了，他老九这边打一打，他又跑掉了，他没有死。長かった。好啦，到上位了，我们可以开始。刷装备，开刷啦！哇，那个暴君啊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突兀吗？拿着一朵这样小小的花，然后让它飞出去。じいちゃん。再过三个剧情就要打灭尽，哇，还算不错哎。因为以前那个影片《魔物猎人》影片啊，好像就下位主线而已，到上位剧院剧位的时候就差不多稍微带过，然后也没什么影片。
这个上位还有剧情，好棒哦！宝玉，宝玉，打到宝玉了，而且还两个，报酬金8280，但是你请了三个人过来，把它分开了。安详的成年，成功诱导龙山龙。哎，防具着色设定，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嘛。我竟然拿到宝玉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想要追求他，然后就自然而然就跳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金火龙套装，我看你是居位金火龙吧。风扇龙只要会打人都很简单，遇到的时候先把人打一打嘛。以前风扇龙就是那个大铜锣啊，然后还有拘束弹，他要撞的时候拘束弹发射，然后他要打的时候大铜锣好像可以发两次，拘束弹可以三次，龙吉枪如果顺利的话，可以那个不损，上臂可以不损，然后就可以把那个风扇龙解决掉。不过现在你叫我回去玩，说不定我都没办法。风山龙那个我真的是蛮惊艳的，觉得很新奇。金元才有金火跟银，以前看很多人都是用银火龙的造型的装备啊，就说哎、欸、这个好看，进货需求。这是什么啊？确认道具，亮水晶。我现在需要那个、啊，我现在需要那个水晶原石。我没有水晶原石，没办法做护石。进货需求，请给我那个素材道具，请给我素材道具，请给我素材道具。哇，这个还算不错哎，你有时候刷不到的时候，你可以买。どうした？当初那时候第一次打风山龙，发现那个在沙漠那个船洗净，真的觉得说超开心的。尤其到他身上，然后把那个两个部位破坏，然后打他牙齿。Yeah.去看一下，哇，上位！我看我上去上位，瞬间直接被猫个十猫吧，二十猫，猫车变成一个单位。品揃えを増やしたよ。哎，啊，怎么没有龙三龙的装备啊？竟然没有龙三龙的装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扭曲狂骨啊，又没有金晶原石跟水晶原石，让我看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。收集灭尽龙足迹才能打钢龙阎王龙啊，钢龙以前最麻烦的，他那个都要打他头，爆他头，他才不会有风，才不会有结界。海波，要不然就给他中毒啊！哎，我先去那个探索，反正探索完之后也差不多发求救讯号。阎王龙好像你穿那个钢龙装，还是哪一个装备？它有一个就是专门抗阎王龙，因为它那个火焰啊没办法对你造成伤害。钢龙也是，你打侠龙装备，侠龙会有个
对抗光荣的技光刚荣的技。久しぶりですね。この感覚、のんびり見て回りませんか？好啦，居位，不，上位，上位。哎呀！哎呦，想逃跑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他就这样直接逃走了。他就这样直接跑进那个，好，我觉得他太厉害，他就直接跳进去了，超烦。要有心理准备。你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好像会猫更多了。哎，涂鸦啊，在那边，猫猫涂鸦啊，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猫猫，完成可以拿到特殊装备，哦，特殊装备我都还没拿，暴鳞龙。就是你们说的嘛，正义从天而降那种，公道伯，专门来讨公道的，甚至好像还有人把它画成漫画，好像在台湾会死欸。不就。嗯，好吧，虽然对我来说现在还是要先用装备才对，对我来说应该先爆大啊。他这个探索是要我去哪边啊？我觉得他最好是加一个那个提示，他上面写叫我探索啊，也不知道要去哪。OK， 麻烦你了，这是我第一个上位任务，我觉得一定是新的 BOSS， 对不对？山区，那，啊，什么？原来在那里！不要跟我说吃火龙哦，没有，不太可能吃火龙。不要说只有装备，武器也要强，才容易打。也是啊。要不然打下去就一直弹刀，弹刀就直接弹到结束。你想跑去哪里？总算成功了，蓄力斩直接下去。好，我们去山区。Level 3，No 不是。总之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不要跟我说一开始就来钢龙，我就快到，就快到了，我们就快知道了。哎，毒妖鸟。この痕跡は確か、あ、リオレイヤの痕跡ですよ。あ、为什么是吃火龙？问号问号。これ本当にリオレイヤの痕跡ですかね？炭火龙、阴火龙、我大概知道了。ふけふけ？なんで大蟻塚の荒れ地に？やっぱりふけふけ。それになんだか様子が変ですね。相棒、ふけふけを狩猟しましょう。この異変を調査しなくては。哎嘿，继续抱大腿，没有啦，其实是连线的，我比较喜欢连线。
而且我好像还没有去帮那个猫猫换那个装备哦。那个麻痹陷阱，我最好换一下。不过蛮多人都说推荐那个，推荐补血的，因为补的根本就比自己的药草还要多。古人，我有话想要说。啊，如何和凶豺龙对话？还有这个哦，还有这个功能，让魔物小魔物变成那个美败啊。这个好像就是陷阱啊。我们的话说，我们的猫猫我还没给他上装备，怎么办？作为特等小屋哦，好，搬迁。话说我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啊，我觉得这个风景不错。哦，好，赤火龙比较好打，可是熊火龙就不好打，会喷火。还有那个熊火龙每次打一打都飞到天空，都很难打啊。熊火龙都会绕跑的，我只记以前啊。哦，这个真的是还算 OK 啦，还算 OK。欸，配置环境生物。一般尺寸。闪光刺虫，维护蜜虫，桃源香，这个还不错啊。可是它只能配置四五只，我觉得太少了。我想要那种几十只的感觉。猫武器最好换成麻痹，可以让大剑更好输出。好，感谢。其实因为说有时候看到一些魔物啊，像钢龙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他怕那个毒属性，啊，可是我又一直被风压弹开。如果想说我就用那个钢属性，不那个毒属性来把它压下去，他这样就没风了。不过也是啊，现在的话还是麻痹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去用麻痹。OK， 让我们阿鲁加久等了一下。麻痹，麻痹，麻痹。我是没看到麻痹属性，但是我看到有睡眠属性。先给他用一下睡眠好，打一打就睡觉。太好了，要回去了。